哇，真假？海边不到了，对面对面。我们到罗浮宫了，待会要进去。哦，小凯旋门是拿破仑打什么？昨天看到了，那个叫什么？打一个战争回来，什么感觉？这里就是罗浮宫喽，耶、yeah ！好，我们要开始排队，哭。对 ，We're in the line， 所以既然这么长。这么长，对，我们已经有票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排队，也没有可以直接进去。然后我们要来吃好吃的巧克力面包。看没有，这金字塔变热，这金字塔超级热，因为它是玻璃，然后我们就在下面不断的汲取阳光。然后我们刚它的安检超松散的，感觉应该是为了加快速度。我们要下去了。今天天气超级好的。Hello， 我们在等，在罗浮宫的金字塔底下。我们已经站在金字塔正下方了，绝对不会走不到我们。所以他们已经迟到了，快点！可以拍三个出口，三个出口。好，跟大家介绍三个出口。这边是德农宫，就是有蒙娜丽莎，有看到一点点这里。而且有奇怪的声音耶，一直有奇怪的声音。然后这边是徐黎，然后这边是李雪莲。好，我们已经进来了，因为我们等不到交大哥。已经10:30了，10:30，我们没有网路，所以找不到人。对，我们也没有故意要抛弃他们，我们不得已。离开胜利云城去寻找蒙娜丽莎，然后进来第一个房间超级美。
迅速的挤到了最前面，然后就看到了达文西画的蒙娜丽莎。蒙娜丽莎在看着所有来跟他朝圣的人。对，真的，我在边边，他也拢看着我的感觉，好可怕。对，快带我走，我要离开这里。自古以来，只有女生会认真看镜头。脸放到现在不会说是真的很美，其实是一个人，可他腹肌真的很棒，真的有六块肌，有在练。法国人把别人家的柱子也拆下来，对，放在自己的床边，还有别人家的大门，别人家的大门，我真的看不到，它外面看起来蛮漂亮的，然后。刚刚没有拍，然后这个就是那个，这是米开朗基罗吗？我记得好像是米开朗基罗那个《濒死的奴隶》的背面。我们刚才看过正面，现在有点懒得绕回去，大家跟我们走吧。我觉得这楼梯很美。也是那种舞会可以走下来，对，裙子就脱了。有人在现场临摹画作，超酷的。要拍吗？现在在一家是法国传统餐厅吃饭。对，它是法国的百年工人餐厅。然后人超多，然后我还要跟旁边人并桌，只有四个人桌子，然后旁边两个法国人，对，还蛮美的。对，然后他刚菜单就直接这样写在桌上，写在桌上叫我们吃陌生。可是人真的超级多，对啊，待会看到底好不好吃。来看看到底这个食物好不好吃，如果不好吃的话就是诈骗。我们第一样菜上来了，是气泡水，然后有美美的蓝色杯子，会冒泡。哦，什么样的杯子？就是有蛋的。蛋与美奶滋。让我来把它切一下去。哦，好，它就是水煮蛋加美奶滋，没什么好看的。柠檬脆片。主菜上来了，这个
就是 pot au feu， 就好像是炖菜的意思吧。然后我点了 confit de nac canard， 是油封鸭腿吗？对，好像是油封鸭腿。耶，我要吃了。我们到拉法叶来，然后发现他好像打五折。好，我们要冲进去了。我们要冲进去了。我们这边感觉像台北，因为买的都是讲中文的人，卖的人也是讲中文的人。上面就不像台北啦，这么美。对啊，旁边的这种也会很漂亮。我还会有几天回来买。以前的电梯。对啊，可是看起来很酷。还有漂亮的大理石。然后这里有一小段以前保留下来的楼梯，嗯，来看一下原来百货公司多么漂亮，这是刚那个园林，然后下面的是这样。看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自动贩卖机，可是他卖的是指甲油。这里有红，这里有什么？还蛮 OK 的啦，顶上可以看到巴黎，还有各个美丽的房子，因为是很多房子。Sephora， 我们可以去逛彩妆。Sephora 在下面。就是以前的有钱人就在这里逛街，然后逛完就去看歌剧，好爽啊！这里真的好漂亮。放下来很好看，好像是百货的楼顶。可是你百货是，你百货也是五层，嗯，但是因为旁边盖很高，所以觉得所以就没有，对啊。但是这里就觉得这栋很高，巴黎真的很矮。哇哦！然后接下来我秀一百啊，那个音响有什么感想呢？感想，我是要看，要肉，嗯，很刚肉，太甜，很满足的感觉吧。真的肉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嗯。像德国菜。嗯。